原标题：毛福梅被日军飞机炸死，儿子蒋经国悲痛写下四个字，感动无数人。毛福梅1882年出生于浙江奉化岩头村，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在18岁之前，她都只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女孩。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01年，这年18岁的毛福梅嫁给了当时只有14岁的蒋介石。此时的蒋介石还是一个顽劣的孩子，许多事情都不懂也不会做。毛福梅更不会想到此时的蒋介石会成为以后的民国总统。蒋介石和毛福梅婚后的毛福梅就如同所有中国传统女性一样，孝顺公婆，操持家务，对待比自己小了近5岁的蒋介石，毛福梅显示出了她温柔善良的一面。虽然此时的蒋介石还非常顽劣，在蒋介石外出参加科举考试的，毛福梅还会和蒋介石的母亲王彩玉一起上山祈祷丈夫金榜题名。蒋经国和毛福梅，尽管毛福梅对蒋介石百般照顾，但是由于两人是传统父母包办的婚姻，蒋介石对毛福梅并没有太深的感情，时间久了也许也只是亲情。后来蒋介石闯荡上海，并且南下成了黄埔军校校长，北伐革命军总司令，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为近代中国声名显赫的人物。此时的蒋介石为了个人的事业更胜一层楼，有意联姻宋美龄，无奈之下与毛福梅离婚。开始毛福梅死活不愿意，后来在亲戚的劝说之下才同意离婚不离家。蒋介石这位善良的女人为了蒋介石的个人利益牺牲了自己一生的幸福，并且无怨无悔。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儿子蒋经国，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蒋经国。蒋介石把蒋经国送到苏联12年才回来，毛福梅日日思念，直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才得以相见。蒋经国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全面的抗日战争阶段，此时的蒋经国也到了前线作战，再次离开了母亲毛福梅。然而这次离开竟然是和母亲毛福梅的最后一次相见。1938年农历的11月1日，为了爆发蒋介石的抗日行为，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了蒋介石的老家溪口镇，毛福梅不幸被炸倒的围墙埋在了下面牺牲了。毛福梅目身在抗战前线的蒋经国收到母方速回的信息后，立刻赶到了老家，扑倒在母亲遗体面前嚎嚎大哭，以最悲痛的心情写下了以血洗血四个字，身边的人无不被感动。这四个字也激烈了无数中国人的抗日热情。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中国最终赢得了最终的胜利，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的抗日功劳是不可抹掉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